开车的这些驾驶朋友觉得说，哎 ，GPS 不就是帮你带路吗？那事实上带路其实以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，那事实上这个由东到西，由南到北，其实他们觉得说，哎，还有包括这么多的便利商店，其实他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到底我要往哪个方向去走。所以一开始在 GPS 在使用上面，其实遇到了相当多的一些困难。但是我想经过了这几年的一些努力，以及包括就是各个厂商的一些合作 ，GPS 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慢慢的能够导引到目前一般的消费大众。那当然 GPS 最主要它的基本核心是带你从 A 点到 B 点，可事实上对消费者来讲，单纯只有这样的功能其实还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说，怎么样的一个技术或怎么样的一个应用，它能够让 GPS 的应用，它是来到对消费者来讲。更有效。一直在鼓励大陆人士来台观光了哈。那如果省达能够把这个系统在大陆，让他们先读一读我们这个台湾古迹历史的时候，可能会有助于这个促销我们台湾的什么游览。请总监跟我们的导游部对我们媒体朋友照个相。要帅一点。